OK，我是哈娜东，然后我是两个女儿的妈妈，然后今天我要分享的见证呢，基本上不是我孩子的见证，而是我妹妹，还有她孩子的保姆的见证。哦，这基本上呢有三个见证。首先呢，就是我要分享就是我的妹妹的见证。基本上我们是在如果没有错，其实都是在12月的时候才 launch。然后一月的应该是1月的时候，我拿到那个许诺度过后，然后本身也试过了，我的丈夫也试过了，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效果很好，所以就跟身边的人分享，尤其是我就看到我妹妹的孩子的状况，我妹妹的孩子是一个是小小女生，今年呢才4岁，然后她名字叫恩恩，OK，我们看到她就叫她恩恩，然后她呢问题就是说她一直有那个咳嗽。那个伤风的问题，直到有一次的时候，他只是轻微的咳嗽，然后我的妹妹呢，就是带他去看医生，医生就讲说他有肺炎，所以基本上我的这个外甥女呢，就是基本上她就很身体比较弱，她只要她好像吃到一些冰淇淋啊，吃到一些那些汽水啊，她就开始咳嗽，晚上就开始咳嗽，她咳嗽的时候不是好像普通的咳嗽，咳咳咳这样子的。他咳嗽了，你会听到他那个痰在咳咳，不能出来那种，就觉得很辛苦，看到他这样子很辛苦。如果是身为他的爸爸妈妈的话，晚上睡觉你听到这样的声音的话，基本上你就是很担心你接下来会生病啊，还是怎么样？所以呢，基本上我就介绍给我妹妹，我讲说，哎，你给这个人 try 这个许诺度，他就半信半疑讲。啊，OK 啦，就是我就是给了他几包，大概10包这样子给他 try，然后就开始给他 try 了过后，我就问他，就是他给他 try 的时候，他就是一天，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刚好有生病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一天给他吃2包，OK，一天吃2包，然后吃过后，我就一直因为我妹妹是在吉隆坡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在1月19号，我很记得那一天是因为那时候有 BOS。我们就是赶去去 KL 去参加这个 BOS 过后，我就把这个许诺度交给他。然后我就过后从 KL 回来的时候，我一直问他，哎，他吃的怎么样？一直 follow up 跟他，哎，吃的怎么样？他讲吃的很好，但是哦，完了，吃完了，许诺度完了。他讲这吃完怎么办啊？他又来了，又开始来了，没办法要吃药，然后手上又没有那个许诺度。然后就接下来就是他讲说啊，你赶快就再给我。这个许诺度就再送过去给他，然后就是说可以看到说他就是继续吃了2盒，总共2盒，就是一天他如果他没有事情的话就一天1包，然后他妈妈就那天就打电话给我，就跟我说，哎姐，那吃得好好哦，他就跟我讲，哦吃得很好，他讲说，然后我带水哦，他跟我这样子讲，啊你怎么带水啊？讲我陪你吃 ice cream 吗？啊，陪你吃 ice cream 啊？好了，我总陪你吃汽水的嘛，饮汽水的嘛。然后夜晚我咳哦，我讲OK，很好。我讲是2盒的效果，我可以看到我妹妹也很开心，她就是看到说她给她孩子吃了过后，她的那个免疫系统好了，然后她就是给她吃，小孩子喜欢吃冰淇淋，给她喜欢吃喝汽水。他也给他喝，我也可以看到说，哎，这个小孩子，他的免疫系统好了，我觉得很开心。然后过后呢，其实我妹妹她有跟我讲，其实在新年的时候，她比如在还没有新年的2个星期，她就基本上就因为天气开始热了，然后她就有感冒，感冒过后什么事情呢？她就看医生了，看医生，然后就吃看医生不是一次。看两个医生，吃药不能好，还是有那个伤风感冒的症状。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他手上有那个许诺度，就是我给他那个给他的那个许诺度。然后他就讲OK，那我就 try 看他自己 try，因为他没有跟我讲说他伤风，他也没有跟我讲，他自己 try，他想说 OK，我一天吃2包，然后他吃了3天。然后他见到我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，哎姐呀。你知道吗？那天呢，嗰日啊，我病啊，
我本呀，我生病啊，我看医生两次都不能好，你知道我做什么吗？我吃许多豆，一天两包，吃了三天，好了。哇哦！所以我可以看到说，哇，连我的妹妹她，你自己本身对这个许多豆的那个效力啊，有很惊讶，她真的很惊讶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她在回到 KL 过后呢。 因为谁呢？就是他照顾恩恩的保姆，这个照顾恩恩的保姆有长期那个咳嗽的问题，老人家嘛，就是有那个咳嗽的问题，然后咳嗽呢就是一直都不能好的，然后他就看到他这样的情况，他就跟安迪讲这个许多豆，然后安迪他就其实他就给几包安迪 try。 然后阿弟就是他在那个时候，他拿到那个许多豆过后呢，就是他晚上吃两包，晚上啊吃两包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吃两包，然后我就问他，哎，他吃的怎么样？然后我妹妹就想说，哦，我去问安迪咯，问他吃了怎么样啊？晚上吃两包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吃两包，怎样啊？其实如果你看啊，你想看一下，如果你长期有咳嗽问题。 基本上就不会说期望说会有什么好的效果，但是回来的反应就是说，哦，他吃了，他安迪跟我讲哦，他吃了，哎，感觉不错哦，咳嗽好了一点点哦，所以你看，然后现在安迪呢，还就是现在连续跟他了要了两盒的许多多，所以可以说是安迪呢看到那个许多多的效果。 然后他也开始对这个产品有信心，然后他也愿意继续的吃下去，所以我们很感恩，就是有这个许多多可以帮助小孩子，让小孩子的免疫系统提升起来，而且呢，他们小孩子呢就是不需要再吃药，然后老人家呢也可以更健健康康的来帮我照顾小孩子，所以我要让我们给这个许多一个就是一个热烈掌声。 这就是我的见证。